行，我觉得在80之间。80吧。有请裁判。这啥？胳膊，我觉得在75到80之间。这一概不止。70，还没到70。69，这是70。你看，他这还有个没到呢，你看是要这样的吧？这家还算最长的，这我知道。70。男队报的成绩是80公分，差10公分。来吧，请绿队第一次挑战。这量这个吗？对。这不就是比我宽一点点？好。来了来了来了！这么长啊！啊！不用，我不用量了。心里有数。完了，时间没了。再去量一下吧。再去量一下吧。再去量一下。不用，我记得。你既然知道他多少，那你不能过去了再给他比吗？对啊，对啊。不管了，先过去吧。凯哥这样穿特别像舞狮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先过来。确定就这样，就这样啊。对。你手打过，太高了，手太高了。我可以这样，也可以。对，等一下，哎，是不是这样快一点？这样嘛，是吧？我记得。这，你看没变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你在骗谁呢？我觉得是这样。人家没变。我觉得是这样。我没变啊，是吧，海哥？差不多吧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出去。变这么小了？啊？多大？就这么大？就这么大？我觉得有点小。哎呀，还要夹的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不算吧，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不算。你把手放下吧，挺累的，我扶你一把来。呀，大哥，你如果不比手的话，你拿手套圈也没关系。哎，你这是纯纯的侮辱，我觉得。侮辱性极强啊！哎，好，脚啊脚，50、60吧，60，随意的吗？50跟60也差太多了吧？55，那请裁判上物品。哎，哇，啥？差不多吧，应该。啊，还真的差不多。55差不多。我来给他们量，就是55。55，57。别是什么57？55，55。这儿57。省着点，让人家看。你自己看是不是57？55。好。56。五十六。绿队报的成绩是55公分，误差只有1公分。你这么准啊？妈呀！不用玩了，这还玩啥？这有生活的人在最后，有生活。他一出来我就看见了，大概多少？哇哦！请第二次挑战，谁去啊？你去吧，我那平衡我走不了啊。我来。你去吧，你来哪个？我跳绳吧。
请绿队第二次挑战。哟，太难了。啊？啊？就这样出来？我没有啊。什么意思？太大了。太大了。真的吗？我根本就量不完，就是我张开，再比我多手掌多这么多，这么长。来了啊！你抖啥呀？怎么办啊？咱平衡这一块原来不拿捏的挺好的吗？是因为头发的问题吗？是怎么的了？可以了，后半程让他们特效坐过来。我不信。哎呦，来，先展开。多这么多是吗？那刚好是差不多就是我的臂展。哎，就这样，哎，再长一点。郑凯，你完全打开。你得就搁着脖子，你得肩膀放上去，对。哎，刚好沙哥，咱们仨差不多高。我是比他高一些。啊！这来，沙哥。大哥，你要伸到很最长，伸到最长，对。哦，一样哎。他俩真的几乎一样。你就正常就跟郑凯一样。你不如五个一起套啊。轻轻的，柔柔的过来。哇！哇！你就正常。你先感受一下正常，哎，正常打架，你不用使劲，就正常啊，好，不能有弧度，就最舒服的打架。我现在打的不舒服，哥。一七五点五，咱就173，173，导演，咱留个保留数。绿队报的成绩是1.73米，那请裁判上物品。